中信金成功并购了东京之星，廉价购买利益六月份入账，上半年的营运呢是有帮助的，累计 EPS 达到了1.94元。至于公共病的种子金控兆丰金，六月份税后获利26亿元，累计上半年达到138亿元，每股赚进了1.8元，也蝉联公股金控的获利王。